主料，冻豆腐300克，胡萝卜一根，黄瓜一根，辅料，油15克，盐3克，香葱末30克，香油5克，鸡精，香菇3个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原料，冻豆腐放入锅中，多水捞出，沥干水分，黄瓜、胡萝卜洗净，切片，胡萝卜、香菇放入锅中，多水捞出，沥干水分，将冻豆腐、黄瓜、胡萝卜放入大碗中，香瓜用手撕块放入碗中，锅中放入油，香油烧热，放入香葱末，炸成葱油。锅中放入油，香油烧热，放入香葱末，炸成葱油。将葱油放入碗中，调入盐、鸡精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厨房小雨，葱油不要炸过了，出了香味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